太可恶了，孔二要来杀我，还杀我们全家，还杀经纪人，太可怕了的，又打来了。你现在我敢接你的通话功能，你就讲啊。好，哦，又公然侮辱哈，哦，我跟你说了，这些那个直播都成为常常正供的哈，哦，都成为常常正供的哈，哦，整个火大了的。我大的喝个咖啡来消消气。气到我的手机要掉了，那个人真的是太夸张了，无烟无丑的了。我就很单纯做直播，平常也没有说狐朋狗友那个厉害挖底呀，就很单纯，也没跟人家有什么生意来往的纠纷。干嘛这样子公然侮辱？又加上孔二，太可恶了！孔二要来杀我，还杀我们全家，还杀经纪人，太可怕了的！我觉得哈，这种人要给他绳之以法，太可恶了！不是网红就这样子就可以给人家乱恐吓呢？他这样子会吃罪的，不管是真的是假的，网络上这样子乱留言、乱留私信恐吓。都有罪的人哈，现在我直播都要照着后面的，万一如果刀子飞过来，我才懂得抬人闪嘛，对吧？又打来了，你现在我敢接你的通话功能，你就讲啊，怎么不敢讲？你一通一通的又打来，你怎么不敢讲？有没有听到？我建议说又公然侮辱了的哈，公然侮辱的了哈，好，哦，又公然侮辱哈，公然侮辱，听到了没，家人们？哈，哦，我跟你说了，这些那个直播都成为常常正供的哈，哦，都成为常常正供的哈，哦，我跟你无冤无仇的哈，哦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挂断了的。警察认真抓人了哈，那三年单的哈，整个火大了的，火大了，喝个咖啡来消消气的。气到我的手机要掉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熬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